好，日本的 Show Studio， 今天呢，我们要再来玩一张 CTM 地图，来。好了，那上一次我们玩 CTM 地图大概是7/3/21，好几个月前了吧？哎，还是有过一年了，忘了。上次玩的就是那个疯狂岛屿 Crazy Islands。 那我对于那一部影片的观看，我觉得在我那时候那个时期上还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再来玩玩看一张 CTM 地图，看一下你们是不是喜欢看我玩 CTM 地图还是不是，我不知道。那我刚刚原本想要拿出我的头颅，结果就叫个史蒂夫头，可是我不要。然后我刚刚有看到这个箱子，这是给我的礼物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再来呢 ，Easy Keep Inventory Normal， 我们要玩哪一个啊？就玩个 Easy 吧。如果想看我玩 Hard 的，就等。我们可以第一周目、第二周目、第三周目，看你们想不想看。Now, welcome to Panda Islands. 那 CTM 地图我在疯狂岛屿第一集应该有解释给你们过了吧？对，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，就是要找到16种东西。可是这次头我觉得还蛮酷的。那每一个还有个生怪砖，生怪砖就是掉头嘛，就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有些牛哥，牛哥不理我，这地图有点大，要跑有点久，帅耶，是弹跳装，转腰转腰转腰，我跳在天上。嘿，断呀！嘿，小猪哎，他说什么？没有人想喜欢无聊的东西，就像什么挖矿啊，什么无聊。现在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现在我们就要去探险这个岛屿，所以他给我们了一大堆装，酷哎！我喜欢这作者，作者我爱你。对，刚讲什么？没事。好，那。他给我们了好多好多里里扣扣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棒耶。那我们最近感冒，像那个疯狂岛屿第一集，我们就都在弄装备挖矿什么，不用，拜托，这作者那么好心的给我们一大堆的物资。好，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作者的好心，我们就直接去第一个岛吧。我们第一个要去哪个岛？哪个最近？我看到他摔下去了，那个感觉最近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把呼去吧。好啦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大岛屿。我们先去看那边的箱子有什么好了。我们刚在那边就有看到那个箱子，对，就是你。不好意思，但我要怎么把它一次拿起来？算了，好，这是点两下左键，好恐怖啊！好。箱子我们应该可以回收。好，点到了。那我们还没有稿子。聪明。终于有稿子了，作者你好棒，莫非是铁稿，这就是铁稿，你好棒哦。小家。嗨。我有开那个吗？玩到资源包了。难度我开简单，所以我还是要帮他们插火把，因为作者对我们那么好，我们也要对作者的村民很好。有点变顺了，这什么啊？开门，芝麻开门，不好意思。
哦，好，插一根火把，我们改天再来吧。第一集先不要太冒险。哎，不然等一下，其实也可以那个，也可以去。哦，要晚上了。哦，这间房子好漂亮哦。那谁家？我们去玩吗？开门。我，这是我的吗？好啦，村民借我一下，我，明天再还给你。衣服你可以留着，拜。晚上哎，我们要不要先睡觉？哇，这什么鬼啦？姐，我知道我睡了你的床，可是借我借一下。哇，帅耶！这也有枪，怎么办？我好像那个，就是到处搜刮别人的东西。有村民哎，坐着，你偷工减料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吧。嘿呀，进去地牢，换上 BGM。好，棒，我喜欢。喵！哦，哎呀，哈哈，我说哈哈，我鸡腿，哦，嘿，哈，我说好，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鸡腿是，不要，鸡腿是。击退啊！不好意思，今天可能不行啊，破十五没有，被打到哎、欸，帅，酷！我们先冲进去擦火吧。神奇小布了 ，The Guards， 我管你什么 Guards， 哼，你连生都生不出来，我告诉你。哇、wow, ，第一集就这样，真的可以吗？好，那大家可以还给村民。第一集就，像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啊啊，修啦！哇塞！听哦，喏，走开，走开，叫你听。为什么我爬不了梯子？好好好好好，两颗星。哎，你们会晚上射吗？好，他们不会，他们很乖。村民哥哥，我需要东西吃，我好饿啊、哦。村民。我可以还给你那个，我可以还给你衣服，你要给我东西吃。嗯，我先还给他衣服好了，我是乖宝宝。来，不，避不过来，避不 pig 也可以 ，pork。姚童子的英文小叫是 beef。首先 ，beef is yummy。再来 ，pork is yummy。嘿 ，yummy 过来 ，pork is yummy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它飞走了！你有看到那只牛吗？好神啊、哦！好，我要再去跟村民借一点。大了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进来吧，换上恐怖 PGM。好，来，现在要探索这个。Wait， 我现在没空跟你玩。哇！呀！加西，加西狼，
亚西郎好聪明哦。亚西郎哦，臭女巫。抱歉，今天不行，电脑不行了。你好，太多挂了，真的抱歉，今天不行。好，抱歉，今天不行。哦。你不会被蜘蛛网黏住哦，犯规啦。等一下，小僵尸这样可以跑得过来啊、哦？不是吧？这跟我玩的 Minecraft 不一样啊。不是 ，Minecraft 不是这样子的。这里又够不着，我在实验呢、啊。这个不从哪来？干嘛？啊？被打到，好痛！等，太疯了，还来啊、哦？啊！我走到尽头了。好好好。还来啊、哦！被黏住了。挡住，挡好挡满啊！是吧？我们先一条一条攻略好。慢慢开，慢慢打，不要伸，伸出来我揍你哦！不要，好，不要伸，乖，乖宝宝，乖宝宝。等一下我们箱子再来开吧。不要伸，揍你，叫你不要伸。不听话，还有第二层呢。What the heck is he？ 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就好，先来看风力五哎 ，Cool， 燃烧二，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那个铁剑上面，对，很酷。下面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哦，力量之剑，那就开过了吗？打攻，强力三的攻，认真。那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就是要收集这东西啦。我先吃完南瓜派，只有这样吗？不会吧！我收集到了，大家再见，祝你有个美梦。我收集到嘞，这样子写什么 ？In case any of the customers， 这是那个如果。有任何意外或什么的，好，那么这些什么 ？Welcome， 你从哪里来？这里这个是什么？帽帽哎、欸，耶、yeah, ，村民，我可以还你帽帽了。好，那么，Miners 呢？Miner's head， 我们是 Miner's head， 嘿，好，我们现在完成了一个了。那么，
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到这边啦。如干扰我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，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这系列的影片哦。喜欢这系列，就在下面告诉我一下吧。那么我现在95订阅了，快订阅订阅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左下角可以追踪我的 FB 和 IG， 快点去追踪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。And the beat drops out.